这酸辣白菜都会炒吧？你炒这菜是有技巧啊。先说这白菜啊，这白菜白好了，你一破两半个，薄溜溜给它片成这皮儿。这是跟着网上的小闺女学的。片好这白菜，你给它冲洗干净，起油烧锅，油热下葱蒜跟青椒卷爆香。不浪两下喽，赶紧给这白菜兑里头，丝毫大，嘣一下这青椒卷炒成黑卷卷。这白菜兑里，你破着这吃奶劲儿，你强兑啊！啥时候炒断绳，炒成这号熊样子，你可别学我，少你爪子可不冤我。赶紧兑点生抽、酱油，再大碌碌兑点白醋，和搅两下喽，盐、鸡精、白糖调调味儿。这盐你要是兑早了，你是想吃水煮白菜，大碌碌不浪两下，这时候它这水不是都出来啊？赶紧水淀粉薄溜溜勾个芡，和搅两下，没这不是都妥啊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没了，你还议论啥？赶紧抓住屏幕对一对。